玩吗？我听写拿100分，老师给我1包 snack，一起吃吧。妈咪，我最喜欢吃的。以前妈咪时常会趁爹地不在的时候买给我们吃。Jenny, do you know what day is it today? 今天是 Chinese New Year。今天我们吃团圆饭，可是妈咪还没有回来。姐，妈咪只是回来。I miss her. Every year she will buy the cute fish cake. 杰多诺，希望她可以快点回来了。Wow, Chinese New Year decorations.像平时一样咯。你要去哪里？要逃走是不是？跟我坐下来，哪里都不可以去。啊，这样才对嘛，一家人一起吃团圆饭，多么开心。妈咪都不在。什么妈咪？我跟你说，你已经没有妈咪了，你只有 daddy。你问他有没有妈咪？有没有？你说有没有？有。我再问你多一次，有没有妈咪？跟你讲话，有没有？有还是没有？回答我，有没有？ This is no daddy, we are. 有没有？妈妈会回来。她不会回来的。她会。她不会的。算了吧，今晚是年三十晚，我去买点好吃的，我回来吃团年饭。妈咪可以买，我也可以买。QQ 的鱼饼是爸爸特别买给你们吃的，这一定要吃的，很 Q 的哦，你看比妈妈买的更好吃啊。还有红包给你们，给你们的，谢谢 Daddy， 恭喜发财。好吃了， Daddy 吃饭，妈咪啊，吃吃吃